塞要来煮啊，母亲节冲破塞。嗯，请问你今仔要煮啥？煮正十项嘞，正十项哦。往煮伤多啦，母亲节是人较济啊，不要紧。啊，今仔人较济。哦。哎，母亲节特别做个了，特别做只龙虾啥啦。哎，咱食着啦，妈忙食。是不是卵磷脂伤高呐？爱先把这个马铃薯沙拉打好，然后呢下去蒸。那是啥？海鲜春卷。哦，还会讲这来点泡茶。哦，来点白酒黄，然后韭菜、海鲜、虾、花枝、绞肉。都在这里啦。鲜虾粉丝煲的。粉丝啊，哦，这啥？虾仁烧麦。虾仁烧麦哦。哦，用家己亲手做的。粉丝鲜虾堡。粉丝鲜虾堡。现在在加热。哎。好，阿家那边那个嘞。这个黑木耳烧娃娃菜，还没滚。这道是啥？黑木耳烧娃娃菜。黑木耳烧娃娃菜，创意菜，还有这个创意菜，哎，这是要先把它装起来，好，要把黑木耳煮熟了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娃娃菜等下摆盘啦。哎呀，对，所以因两个唔是用这会的。对，妹妹她利用煮娃娃菜的汤下去把黑木耳煲一下，那煮一下，然后它味道会进去。这位就是阿文西，伊是我的亲小弟。那么在我的家族内底，有重要的节日，伊拢会当来祝贺大家吃，大家拢祝我足澎湃啊！第一道两盘是龙虾沙拉，对不？对。第二道炸春卷，海鲜炸春卷，清淡小卷上菜咯。喂呜，黑木耳烩娃娃菜，黑木耳烩娃娃菜。来介绍粉丝鲜虾堡，清蒸黑八肠上菜。油焖桂竹笋，啊，油焖桂竹笋，啊，还有，我先追啊吧。虾仁烧麦，你看啊，两层。哦，估计还有一层。哦，烤鸭庄米，我觉得米奇香的米老鼠嘞，味奇香烤鸭庄的烤鸭。这主食就是这一道烤鸭。哦，他们的主食，这是我靠背子来的主食。对呀，哎，没有错啊。这个是我到今年母亲节会好料的啦哈。不过我嘛是叫阮小弟讲爱好好研究，以后爱做较侪健康的食谱来孝敬妈妈。庆祝母亲节啊！大家母亲节快乐！哎，啊，尤其是阿妈妈也想快乐哈、哦！各位当母亲的都快乐哦！哎。